极度炫酷的电动三轮，未来科技感十足，甚至不用充电，百公里加速仅需4秒。现在大街上越来越多的电动车，从最开始的电动自行车，到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电动汽车出门。可以说，电动汽车已经成为了趋势。但是，电动车的电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虽说现在非常多大城市的路口以及高速服务站都设有充电桩，但是相比汽油车，价格有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，电车充电的时间就显得非常漫长了。对此，国外发明了这款不需要充电的电动车。 单看它的外观，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车。整体车身呈流线型，不用充电的原因是这辆车在打造的时候采用了太阳能充电的装置，可以说有光就可以储存能量，然后转化为动能。这辆车在打造的时候采用的是碳纤维材料，因此整体车身可以说非常的轻，搭配流线型的设计，让其在行驶的时候受到风阻的影响特别的小。随着现在油价的上涨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电动车，绝大多数电动车每2年可能都需要更换一个电池，而且价格便宜的电动车本身的续航能力没有那么好。 续航能力好的电车价格又非常昂贵，如果这个太阳能可以应用到所有电车上，那就极大程度缓解了续航的压力。